重新的进攻机会 ，Freeman 跟威盛来做 pick and roll， 直接外线拔了，没进。篮板球又回到海神的手上，篮底下放进两分的是威盛。团队的加罚状态了。Freeman 经常的带球逛街模式找到了威盛。威盛自己杀进来了，哦，这球进有算吗？金萨斯的不同处就是他可以自己持球来做突破。嗯，犯规应该是给在 Johnson 前面的打手哦。来秀一下 muscle。林文这个给球完全空掉，篮底下双手暴扣的是 Wesson， 一个一般犯规而已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第一拍有成功的守住，但是后面想要还原的时候又漏掉了。好，现在是 Brinkman 不在场上的时间了，其他人要想办法顶住才行。 Wesson 在篮底下球进，所以苏文如虽然没进，但面对到林书豪，哇，国王队在决胜节啊加足马力，威盛清开空间之后左手放进，